昨天工作的途中，然后就是交通，然后我自己不注意，然后自摔，一米米擦伤嘛，小擦伤，抬头了，然后我一起来，我就是先看脸啊，先看脸有没有受伤，但当然是我昨天要去拍摄现场，然后就有点分神了，自己就摔车了。呼吁大家要不要跟我一样，就笨笨的，要今天注意，要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就是在马路旁还是要小心一点。旁边是，就很多车子。哇哇！所以其实我还蛮危险的，那时候我跌下去。幸运的，幸运的，幸运的，幸运的往旁边摔，我是往直的摔。哦，往直。对对，所以我车应该有帮我挡住，就是人家因为有刹车，都是表皮伤，所以骨头都没事。脸被伤到了，一米米擦伤嘛。小差错，其实是还蛮感谢的，有人帮忙，就是当下的路人有帮忙，交通啊，然后有帮忙我那个就是把车牵到旁边去都有，嗯，这很感谢。有保护脸，有尽力了，抬头了，然后我一起来，我就是先看脸啊，先看脸有没有受伤。当然是滑出来的，要护脸啊。没有，真的用安全帽这样子啊，躺下去了，不然怎么办？尽力了，没办法。祝大家平安，可以了，祝大家平安，小心，小心。